我们今天在北屯区找美食，看到这间啊，单曲美味小吃，我们就来试试看到底多美味，好不好？走。哇，这个鱼也太大了吧！真的，这是什么鱼啊？鲈鱼，做泰式的、啊。对，这个已经接近餐厅菜了吧？你猜这个多少钱？350。哦，你也算内行哦。鲈鱼比较贵嘛，对不对？嗯。但是它只卖220。哦，那算便宜啊。重点是这么大一盘加这个白饭，220。来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哇，看起来不错哦，个酱料。我先夹一点葱在这边，还有香菜。这个鱼肉刚炸出来的，好香哦，很香哦。嗯，那个老板啊，我们问他说有什么招牌菜，他说吃一下他们的鲈鱼，不好吃不要钱。哦、真的、哦？那你等下跟他讲。没有啦，我们是实话实说啊。来看一下，这样是怎样？因为他现炸的。外酥啊，鱼肉非常的嫩，重点是它的调味，泰式的很爽口，而且我觉得配在一起真的好吃啊。我们刚刚哦，已经先拍别的小吃了，再来这边拍这个，胃口大开。它这个鱼肉也是不少、啊，看一下，这块哇，好这么大、啊，那么肥。试看，那条鱼不就？可以扒一碗白饭。嗯，相当的美味。如果我自己住附近的话，我可能就这样叫一只鱼配白饭这样吃就很爽。嗯，听你讲这么厉害，留一半给你吃哦。嗯，我也蛮爱吃鲈鱼的。真的哦，而且鲈鱼不是其实对身体还不错。对啊，然后让我们来介绍下一道菜——月亮虾饼。刚刚炸出来的哦。刚听那个大姐啊，她说月亮虾饼比较便宜，所以吃起来应该算是比较普通一点。沾给他们的特殊酱料，好像比较不一样哎，它比较水一点。嗯，试看。哇，好酥哦。当然了，你要讲说比外面专门卖月亮虾饼的，的确是一百一点点的，但大姐也蛮好吃的，属于陪衬了、啊。卡滋卡滋，来下一道菜，肥牛蒜泥。他说啦，你想要加沙茶，他们也是要用放那个牛头牌沙茶酱上去的。啊，要的话可以跟他讲一下。下面是高丽菜，这吃起来像铁板烧哎。那调味算简单吧？简单，有高丽菜，有些菠菜吗？嗯。哇，你光吃这三个，那碗白饭就吃了一大半，好像很下饭。嗯，你看这里有卖些酒，因为有的人可以来这边吃快炒，一起聊天这样。它的虾子是沙虾哦，好像比较大只。哎，比较大只。那大姐说这也是他们的招牌。正常来讲，这样一盘呢、啊、是5只，我们为什么会6只呢？因为我们刚讲说想要一人3个，加1只多20，5只99。看一下，大小算大吧。一样去头去尾啊！嗯哼，差点泡汤进去。来，很新鲜，虾壳脆，肉质 Q， 味道甜，好吃。重点是大只啊！你想要吃原味的也可以，你想要蘸个这个瓦萨比吃也很爽。我们蘸个瓦萨比。
嚯，呛了。我觉得啊，吃原味的就非常好吃了，蘸酱也是不错，但那个 wasabi 啊特别冲脑，因为我知道有的人就是爱吃那个冲脑的感觉。嗯，来，我们来下一道，这道就是自己一个人来的话也是可以点的，这样多少钱？猜猜看，120，再猜，150，90啦，这么便宜啊？对啊，很大一份吧？哎，重点是它也有沙虾呢，这个我们稍微放下下来，没那么烫，我们来喝一下这个汤头。东南亚的味道，舒爽啊！现在夏天到了，真的。嗯，哎，我看你平常都点河粉或面啊，这次是叫饭哦。对啊，泡饭，河粉还是饭？我本人比较爱吃饭。你嘞？我也是爱吃饭。真的、哦？那我这次点饭了，点对了。嗯，好吃。我点的是海鲜口味，好像也比较丰富一点。是啊，还有蛋，它那个汤头好像都是原型食物做的，你看番茄加很多。那酸酸的应该跟番茄有关系，一口吃下去，太爽了。去头去尾，这里面的沙虾也是很新鲜，不马虎。哇！阿勇馋得在滴口水了。妈的！干脆吃完了。很没你的事啊！好啦，吃饱啦，没有啦。好啦，各位观众，真的太好吃了，我们把它吃完再做结尾，好不好？等你见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觉得这里有三大重点啊，老板娘热情漂亮，东西都分量很大，重点是非常的好吃、啊。而且我刚刚听他接那个外送的，好像每个都嫌分量太多。对，那里面也是说，不要太多，不要太多，老板娘不要太多，这真的是分量多啊。CP 值蛮高的，重点是新鲜又好吃，这才要介绍给大家。那我们的影片结束了，爽就订阅，持续更新。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年产片量会增加啊！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哦，一定要订阅我们啊，甚至强迫你朋友订阅我们哦。你看，连我家猫都疯起来了啊！爽，一定要订阅就是了啦。不爽啊！啊，不爽再看一遍啊，看到爽为止啊！强迫我们订阅就是了啦，马上冲起来！太凶了啦！